己是谁？我是宋玉儿，不是温玉农。小叔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是宋玉儿，不是温玉农。还有这块玉佩，这是伯阳的吧？你给他就好了。到现在你还不承认？你不是已经确认过了吗？我不是温玉农，难道你忘了？你好得很，小叔，我对你的事情感到很遗憾，但是我不想做他的替身。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宋玉儿，不是温玉农。到最后，你还是选择了你的任务，抛弃了我。第二次，江副官。